这是一场较劲百年的全民运动会，拼面子，拼理智，比人气，比人丁。你看嘛，倒一间个了劲个队伍上届活咧，上伫咧这一科，阁会当出奇制胜，各大小事拢加紧脑浆。这嘛是会赢广大桥，一精彩好看的所在。这回咱三年一科嘛，对不对吼？这回这个要紧，甲以往啥物款无同款的所在？以往大致相同啊，但是咱有较特别的吼，像咱的气候啦，这种回味几年啦，啊，甲这红观音说红孩儿，这种较旧的顶头啊，拢重现。哇、大约也是超大致啦，最主要是咱无吼。嘿，音响车甲庙会无关系，一定头咱无好参加。咱往较优质化的庙会会进行。只要知影这三档一搞的时候，大家就该当作是咱地方的圣事。大家伫厝内面就会等待着讲咱的神轿来到因遐，来替解决伊家己心中所有的疑问。包括咱透早啦吼，拢有一个起驾式，起驾式咱就是跪拜。除了跪拜以外，咱搁把咱这个宗教文化推撒出去，所以就借着这个三年一科咱的水景，希望讲用着宗教文化，会当咱所有咱国台平安风调雨顺，让咱台湾搁较好，让咱国家搁较好。三月吼，人是小妈祖，下年人是三月小雷桥，加上吉星啊来斗老日。啊，不过吼，即届减少了钢管甲电音车的绕境，颠倒是增加了古色传统的镜头。这个参与的人数，敢会去受到影响呢？我相信哦，这是主委啊上届烦恼的一点啦。听讲哦，这届队伍当中啊，有真侪吼是消失去四五十年的阵头，头一摆重出江湖，咱就跟队伍来去行路热路。哇！我即马咧是来甲这个整个遥远的队伍上头，你看主委伫咧边头咧，主委。你看，这是他们一个很重要的特色，阿哥五哎，咱的苦丁哦，苦丁你好。来，很特别，因为呢，因咧上头前呢，就是由咱的这个北京镇的主任委员以及咱地方的首长啦吼，当然即摆已经改制啊，即摆是国父啦吼。我们哎，大家好。哎 ，Hello， 你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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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诶，哎，好诶，嘿嘿。哦，这就是呢七鹤一格七鹤镇，因为这个呢是胆色啦吼，诚信的一格车，咱咧看着讲吼。顶头的这些啊，拢是囡仔去扮的啊，各种不同的角色在一格车上面啦、啊，其实反而出现了一个非常可爱的画面啦、啊、吼。你看咱的大哥哦，大家，哎、欸，这是真正三轮车嘞，这无挂电动的啦吼，无挂电动，会忝无？未忝无？小朋友好，哎、啊，这嘛不是小朋友，人这嘛是仙女，你看人伊吼，虽然这是传统哦。啊，不过伊嘛有加新的科技哦，伊 GPS 导航甲导落哦，吼，安尼较袂去兼太多。啊，你安尼吼，其实你嘛真重要，你有一个责任呢。你爱吼保护顶头这个小朋友的安全。对啊。你是这个小朋友的什么人？无关系，不过你爱甲保护。对啊。小朋友你好。嗨。啊，你爸爸妈妈有来吗？他在哪里？已经回去哦。啊，你会不会觉得好累？你第几次坐在上面啦？第一次哦，哇，欸，打扮这样子，你觉得会不会觉得不自在，还是觉得很开心？哦，小朋友其实很害羞，其实很多小朋友都会羡慕啊。像我自己的想法，我较早哦，我做囡仔时，我带家人哦，我特别能看到人诶哦，迄落有坐过车哦，囡仔伫顶头，我拢做想要哦体验看卖啊。啊无，我嘛出来整一下，免你嘛甲我载。好啊。这款复古的辽景的队伍，减少了几分的华丽，反倒倒来加添真多人情味。这届王马的数量吼，嘛是下赢上届济一届啊！绵延三公里的队伍，有38只王马参与其中，应该讲是每一顶桥头前啊，拢有王马咧开路啊！看得出来吼，各大家族啊咧拼斗的意味相当的高，真正是吼输人无输阵啊！大上帝桥一出现，要弄桥卡的人啊，马上就排到巷仔尾去了。看志豪吼，嘛三步拼做两步，马上就找到上盖好的位置。这平常时啊吼，有咧走跳庙会咧训练，啊真正是有差啦。不过吼，这无讲你唔知，这个下营大上帝新桥除了历史悠久以外，也嘛是规个下营地区重量上盖重的一顶桥。哎，
撑住，撑住啊！我跟着大雄第一球，可是好重哦，怎么这么重啊？体会一下，体会一下，快点，快点，体会一下。我什么应用哦？很热啊，习惯就好了。你已经台这个台叫你第一次吗？没有，已经习惯。已经习惯了，两三年了。两三年了，我现在两三分钟我就觉得好重啊！哇，可是呢，就是有一种觉得很荣幸的感觉。对，哦，可以帮大上帝来抬轿子，可以帮他服务。哇，不过坦白说呢，这个真的是需要体力的，而且不是一般人做得来的。哇，二十几年了，哎，然后摆动的节奏就好了。大哥，三十几年了，啊，哎呀，阿姨，他过来，阿姨几开心。哇，好重！没了，拉筋拉坑了，拉，这回真的好重。不会啦，不过。你知道这个短短的几分钟，这样子的感觉会让我更佩服在教班你教班里面的服务，处都啊这个大哥公园服务已经二十几年啊，要三十年啊。我三十几档啊，你三十几档哦。哦，我老爸手较紧啊。不要，你算第二代啦吼。哎呦，我拄啊你几分钟俩，我就感觉讲哦，实在听不讲，这袂使骗人，你要正当。阮买新桥，阮买新桥上细也相当。相当的哦，伊就比其他店的迄个桥还佫较重哦。差偌重你敢知？我唔知。哦，也唔过吼，你拄仔敢若安尼行尔，我听讲咧，有一个新桥啊，就是叫做立桥哦。对。立桥是安怎啦？立桥是要是标准桥。哦，啊立桥嘛是安尼，赶快安尼行尔。用走的。用走的，咱拄仔用安尼行了，足重啊，用走的。六姓家族啊，除了因有家己的阵头以外，伫咧地方的庙宇各自有所不同，由学堂、宫庙、家庙、宗祠等等无同款的元素所来组成的，丰富而且多元的信仰文化，传奇的故事甲禁忌啊，更加加添了真侪神秘的色彩。伫咧早期吼，都江林姓本是一家禁止通婚的规定。也阁有参像姓沈的，都一项袂用个公开秘密藏伫咧因的头机内底。伫咧了解的过程当中啊，你无甲详细看，真容易就错过咯。有啥物秘密啊？看无啊？都啥物秘密哦？啊，无伫遮。伫遮？嘿，遮。遮。诶，遮。遮。对，遮。这个。嘿。你卖闹啦！你即马这是啥？你写啥物字？你知无？你看，伊写安尼呢？安尼，搁安尼。拜托个，即马啥物时代啊？你共写这作敏感的呢？两岸一家亲呢？哪有人搁写这四字的啦？因为这物件吼，这是关户后的作品。安尼要算起来，这算历史悠久，差不多几年？伊啊，八到十年以上，对。八九十年呢，差不多要到阿公八十岁呢。对，没错。哦，哎，你是足珍贵的，所以无怪啦。因为我知影迄当初那吼，尤其是呢，拄好撤退来到台湾的时候，啊，佫真侪人哦，哇，包括哦，你莫讲写伫壁顶的啊，写反攻大陆啦吼，有人佫刺你的心上的，对不对？啊，你我问你，迄当初那要做好这边头期要超开偌济钱？迄阵只能过来十万以上，哈、啊，对，一年代，迄个你当初那过来十万，即马咧拍算呢？对，所以说这种东西会非常珍贵。较早哦，可能五万、十万的，咱买一栋套厅咧，即边来过来十万哦。对。四世家族啊，对上帝庙兄所领取顶级的土地以后啊，考验着各个家族啊经营的能力，反映伫咧辽景的各项细节当中。早期比的是头期两线开锣鼓，看上做了大面又搁经济，进一步来展现出家族啊伫咧理财经营能力上的成就。也过近年来啊，下营的人口外移严重，南漂北漂的议题啊，嘛伫咧遮真实上演。相比过去，即卖吼反倒转啊，是比较讲什么人处理吼参与的囡仔数量较侪。少年人的参与度嘛，成为比较的一环咯。
发现他们有点不太一样，为什么呢？你可以看到呢，有这么小的小朋友，大哥。全部都出动了，而且你可以看到哦，他们啊，全部啊，这些在长校的这些人啊，我听说一定都是他们的亲戚，没有任何的外人。我们来问一下，小心哦！哎，大哥，我吼跟你请教一下，我听讲吼，咱六姓内底啊吼，哎，我那个看下来吼。其实呢，我觉得我们省姓最特别。对，为什么最特别呢？以我话讲哦，咱内底哦，老中青三代都有。哦，每一个哦，刚才感觉到每一个年龄层大概都有差不多。哦，就像是一个家族啊，一个玩具嘉年华会。对。哦，比过年还热闹。比过年还热闹。啊，是讲哦，咱也安尼，哎，做欠卡手的。不会。那怎么缺连锁也是在这两天，我们要把我们省姓的精神拿出来。哦，你跟我讲一下，你会上多还是几岁？七八十岁也有在。七八十岁的。对啊，七八十岁在那个前面那边投几啊？安尼哦。打锣啊。啊，上细汉的咧。上细汉是在前面啊。这个残部的，咱卖讲，可能七八岁哦。来，换你。好，换我。换我。手放这里。这边滑了，滑了。所以我是斜的，对吗？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对，走得直就好了。哎，好重哦，真的很重哎。啊，前那多我看了头前这两个是迄个豆饼啊，前那比较好走，要内脚还要豆饼。哦，要内脚较豆饼哦。哦，像咱那是无内啦。没有，刚要内脚的。